人气作家宅女小红与工程师老公婚后育有两子，不时也会分享家庭日常。日前她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，自己一向来几乎不看联络簿，老公平常也只是带过看一遍而已。某天一家人在晚餐聊天时提到周六需要到幼稚园补课，没想到小儿子竟然开心表示自己不用补课。宅女小红疑惑地继续追问，才知道老公没有沟通之单，所以让儿子占到了一天假期。宅女小红转头就告知老公，联络簿里或许有回调，调查当天有几个人要回校补课。老公没看到就没被算上，不料平常动作慢得像乌龟的老公，马上冲向房间查看儿子的联络簿，着急的想要赶快联络老师。一番举动让他震惊，表示第一次看见老公对学校事务那么用心，令他感到非常欣慰。网友们纷纷留言笑称爸爸太积极了，更有网友表示通知单调查根本多此一举，家长们肯定会选择送孩子去上学的。Bye.